怎么了？我毁了一盆缤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掉下去了。啊，掉。等一下。真的越着急，越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它怎么掉的？它从这个缝里掉下去的。啊！天哪！哪里？它从这个缝里掉下去了。啊！因为这个盖子是盖不紧的。哦，它哪会逃的？你先把它拿出来吧，先把它挑出来，不行就再做一盘烧焦。 真的好好笑哦！我来帮，我把这个拿出来，没关系。绝了，真的是。我把这个怎么拿出来？我会逃哦。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吃的。先交给你吧。 好，我来吧。